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了 Boracay Discovery Shores Hotel 的最高级的房间。这个房间一个晚上要价300,000 PHP，相当于26万台币，29万台币。你看，现在就是这个夕阳，来到长滩岛必看的夕阳。今天呢是因为阴天，所以看不到它的阳光，不过还是很美。你看，哇，这是饭店里面最高的位置。你看这边还有这个什么按摩浴缸，很棒。然后是楼中楼的。如果将来有钱呢，我也希望能够住在这里。所以 ，everyone， please come to Boracay， come to Discovery Shores Hotel。Thank you。Good day。Yeah。